陈展鹏同唐诗咏呢日就为新剧拍外景，提到仔仔就快出世，展鹏就话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，但系名字就仲未决定到。其实都未有啊，未谂到啊，咁都中文名字就比较难啲、复杂啲嘅吓，咁啊希望即系改一个啱佢嘅名字，即系有时我明白，即系我中意，咁但系。最怕唔怕生坏命，最怕改坏名啊嘛！咁改咗一个名佢唔中意嘅，咁样就唔系咁好啦。咁但系英文名咧，我就用咗个英文字母就系 Q 啦，因为 Phoebe 系 P 啊嘛，咁我就 R 啊嘛，咁 P 同 R 中间就系 Q 咯。咁但系 Q 都几翘手嘅，其实即系 Q 啲英文名都几难谂嘅，系。咁我哋就朝住呢个方向先。至于第一次做打女嘅唐诗咏，呢次就有唔少动作场面，但系惊唔惊观众会将你同胡迪欣喺《城寨英雄》入面嘅打女角色做比较啊？我谂无论点样都会有人比较，系啦，系咪呢套剧会比较，第二个剧又会比较，咁但系我都呢个知道比较呢样嘢系在所难免，咁如果放我嚟讲我自己，我就觉得要尽力做好自己个角色啦，咁呢个系我控制到嘅嘢，咁就尽力做好佢。另外，早前唐诗咏就同有教育界王力宏之称嘅陈思敏传出绯闻，仲俾人发现一起去行山添。到底你哋系咪真系发展中呢？唔系朋友，约得唔系所有男仔都系追求者嚟嘅。咁系啦，即系朋友嚟嘅。爱情我谂真系顺其自然咯，要嚟就嚟啦，冇啊又唔好去强求啦，嚟到你又唔好太执着咁样咯。